有请敢说敢做、个性十足、主持界奇葩的兄弟巨头天天兄弟。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收看湖南卫视大型高端深度礼仪财经全方位发展的综艺脱口秀节目《拓扑天天向上》。欢迎欢迎。哎，什么时候加了一个大型啊？啊，因为观众多嘛，所以是大型。对，我们一直很大型的。那为什么出场音乐这么紧张呢？因为今天我们请到一位嘉宾了不起了。哦，了不起起不了，起不了，不是了不起，了不起了不得。对，这位嘉宾怎么能够起不了呢？起得比鸡早。对，好吧。对，这位嘉宾啊，是一个危险人物。怎么危险呢？树敌无数。哎呦，而且仇敌都扬言要找他的麻烦。哎呦，听说他今天要来。嗯，其他同行业的朋友都不来了，那他同台不愿意，这是公敌是吗？对，因为他截断了很多人的财路，很多人想通过一些非法手段，哎，来获取在互联网上的一些钱财，不义之财，哎，他咔嚓一刀切，哎呦，你说你切的多是实话，真的，断了人家的财路，不对不对，我突然有点头晕，嗯，头晕。应该是位置站错了吧？我站正中间，我头好晕啊！不不，我们要不要换一下？没事，不用换，你还站那吗？对，就这样吧。对嘛？你们好好站，行不行？我好站好。我头有点晕，头晕了吧？头晕了，这八字不够重，还站不了。头晕。来，我说一下啊，对，这位朋友啊，在业内绝对是属于巨头。哎呦，敢说，敢骂，他被媒体。称为红衣大炮，红衣大炮，哦，一代斗士360，每位朋友啊，用电脑、用手机，几乎都用他的产品。我们接下来就有请现任360安全中心的 CEO 董事长周鸿祎，有请，有请。我太激动了，我虽然没看过您的节目，你没看我的节目，你也敢上去我的节目？我对您特别久仰，我特喜欢您唱那个歌，叫什么《春天里》啊？汪峰，那是汪峰啊！对，你说这首歌，我就掉到冬天里了。对，我叫汪涵，他叫汪峰，真是咱俩还见过面呢。哪一位叫欧弟呢？那欧弟在这儿呢。那位欧弟，欧弟你好，你好，欧弟，那个我不认识你哈啊，但是我您认识谁？你还说你从来没上过综艺节目，就是一上来就跟开演唱会的耶！这是导演安排吧？多综艺，我也觉得很傻呀。哪个导演？哪个导演？一个男的。一般就是他。他说让我装出很欢快的样子啊，要跟每个人。周总，你装的真像。周总，你这句话就是假话。我们栏目组没有男导演，都女的。完了，来那么多那个嘉宾，他是第一个说那个导演叫我做的事很蠢。对，只有他敢说，其他人没说过，说过了都被剪掉。对，导演可肥了。我现在刚明白，就是你们导演挖了一坑，我就直接掉进去。对，我还让我拍完手过来跟你们要 give me five。对，结果我一过来，他没有人跟我 give me five， 我人家就你们导演没交代我们跟你的 give me five， 对呀，交差了，他忘了。嗯，介绍一下，我要先对欧弟表示一下，欧弟的，嗯，那个。我来之前啊，我们公司很多女同事啊，说你们能见到欧弟，你能给他拥抱吗？啊，可以。我们公司有2000个女生，我代表他们抱2000次，2000次，一，算了吧，来，抱玩吧。好，我再给你介绍下一位啊，是啊，这位是欧弟。哎，天天兄弟里面俩欧弟啊，是小五，小五在后台已经给你介绍过了，对，欧弟，你把他刚才那番话，欧弟你好，你们公司有多少人？我们刚才拥抱了他1000次，剩下1000次就给你了，再给您了。
这是欧弟啊，欧弟，嗯，对，你好，这是钱锋，钱锋，哎，你好，你好，你好，见着钱就疯了，对，田园，你好，田园，田园，我来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天天向上的总舵主，对，何炅，何老师，不知道何老师见过吗？最近太忙了，苍老了许多，是是是，我长大了，我们湖南，我怎么没见到李湘呢？李湘啊，你好，你好，乱套了。湖南卫视，我就认识李湘，就看过他的节目。对，因为李湘主持的那个《我们约会》吧。对，我符合条件。您符合条件。我做过很多高端财经访谈节目，要么就是痛说革命家史，这是我比较擅长的。是，就拿着话筒就不撒手。对，然后呢就不断给年轻人励志，就跟失足青年做报告似的。是，讲我过去怎么怎么怎么失过足。对，我就是没参加过综艺娱乐节目。